这个肯定不是阿姨做的吧？不好吃吗？还有哪些是你做的？就只有丸子是我做的。啊。什么意思？以后要吃你自己做。三无烟，三无烟，我叫你，你没听到吗？我又不是你宠物，凭什么你一叫我就得屁颠屁颠过去啊？我哪有把你当宠物？你就有。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哪有这么可爱的宠物？少唬我你！乖，过来。哼！我是真的要跟你道歉才叫你的。你那个口就像要吃人好不好？以后我们约法三章啊！不许凶我，不许喝酒，也不许抽烟。好，要是没有做到要惩罚的。罚什么？你说吧，罚什么？就罚三天不能讲话。孙念青，你巴不得不讲话吧你？孙念青怎么一点都不知悔改呢？你好像还有一件事没做。什么？仔细想想，每天吃完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，漱口，洗碗。呀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